我从小是靠姨妈抚养长大的，今天看见她老人家这么痛苦，这是说不出的难过。你们看，人家既然不愿意回你表哥那儿去，就请他先住在这儿好了。对了，多弄几个床铺大家挤挤得了。那明天我多买点菜。我也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二表哥他不愿意打搅别人，他说他要去蹬三轮，明天还非要我想办法跟他租辆三轮不可呢。你们是不是能够帮我这个忙呢？阿珍，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你说好。用不着客气，阿珍姐，平常大家有灾有病，你帮忙大家的事很多，现在你有事了，你就吩咐好了。小鬼，我是请求，怎么好说吩咐了？哎，你们知道现在租辆三轮车要多少钱押金？要多少？多少？听说除了铺保要800多万呢。哦，那么大家凑凑好了。好，这就好了。哎，我姨妈他们还没有吃饭，我们先安慰安慰他老人家，让他老人家开开心。姨妈，吃点点心吧，不吃东西怎么行呢？二哥二嫂吃啊，里头还有。阿珍姐，是姨妈来了吗？是啊，是姨妈来了。姨妈，姨妈，您来了。您这次来了，可不能马上就走，一定要多玩几天。哎，我们一定不让姨妈走。姨妈，您就睡我的床好了，我给您铺床。给二哥二嫂也预备床铺吧。哎呀，看你的小手耳冻得像个红萝卜了。姨妈，这是我送给您的。姨妈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姨妈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哎，我去买面，我们请姨妈大家一块吃面吧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姨妈。本来您只有一个姨侄女，可是现在您看有这么许多个姨侄女了。姨妈，您看我这么多小姊妹多欢迎您啊，像不像您亲生女儿啊？姨妈，阿珍，你有这么多好姐妹，过得这么快活，你比你知青哥强多了。强什么呀？不过也许好就好的，大家都是苦姊妹，谁也知道谁的苦处，有灾有病，失业困难，彼此帮忙，彼此照应就是了。我知青哥呢？哦，胡先来了。咦，正说你就来了。志清哥，怎么把姨妈气着了？这样可不行哦，气坏了姨妈我可不依哦。来，赶快给姨妈赔不是。我这不是给他老人家赔不是来了吗？算了，您跟我们做小辈的生什么气呀？妈，咱们回家去吧。我不回去，你还是想办法给我们买船票，让我们回乡下去。啊，回乡下去？嗯，你要是不能管我们也好，我们就是要饭也要回去。你回去干什么？乡下也不好活呀。你这儿就好活了，我们是乡下人，就是饿死也饿死到乡下去。胡先生，胡先生，我正要找你呢，快点回去。吵什么架呀？你看多可惜，一个男孩子。哎，请你不要进去，让他睡睡吧。
看，幼兰好像还不谅解我。其实我知道你也是很苦的，可是一个做儿媳妇的跟婆婆能有什么感情呢？幼兰今天能够做到这种地步，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。我晓得，我很对不住她，同时我也对不住我的母亲。他老人家带着二兄弟们到阿珍家去住了，怎么劝也不肯回来。你们看我这个家还像个什么家呀。好了，我们谈点要紧的吧。现在幼兰小产后热度相当的高，明天还得请医生来看呢。已经用去的钱嘛，我们老朋友了，也不提了。不过我的经济状况你是知道的，我一文件是个空家的，所以明天的医药费你得赶紧想办法。好吧，我去想办法，去想办法。活得了了吗？你给我们买船票，让我们回家乡去。小兰小产后热度很高，明天来得及医生，请你一个准备。皮夹里面有500块美金，我得搜。笑话，谁偷了你的钱？你搜，你没偷就不怕。岂有此理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收人呢？要了钱当然要搜。要搜，把车开到警察局去。警察局把你们大伙都送警察局。先生，你的皮包在这儿了，是你刚才掉在座位下边的。怎么？丢在座位底下？他妈的，我要不落你会拿出来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偷你的。他妈的，你还赖？是他偷的，我明明看见他从口袋里拿出来的。他妈的呀！
你东西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公共汽车上的。他妈的，你们是偷工作弊！我说，快说，说。您说麻烦不麻烦？连张名片都没有，既不知他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住址，叫我到哪儿通知他的家属去？现怎么样？他的脑筋受了震动，不至于有生命的危险，但至少也得昏迷几天。